一座古城为何成为当时的金融中心？防伪密押、巧妙玄机、票号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地理奥秘？平遥古城，地理中国即将播出。黄土高原的边缘地带，汾河谷地旁，一座巨型城池雄踞其中。这是一座拥有2800余年历史、依然活着的古城。在高大夯土城墙的合围中，阡陌交织的道路街巷，格局严谨的县衙官署，古朴紧凑的民居院落，鳞次栉比的字号商铺，以及华丽精美的寺院道观，构成了一座2.25平方千米的庞大建筑群，它如同一幅神秘画卷，从历史深处铺展而来，吸引着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片片灰砖青瓦下，有无数秘密等待着被发现。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一提到平遥古城啊，就会让人联想到当年山西晋商的繁盛。在当时呢，平遥是一座小小的县城，不计其数的商人从这里出发，运输周转着天南海北的物资。700多米的南大街上，紧密连缀着180余处古店铺。在票号生意最兴旺的时候啊，每年调拨的银两数目多达8亿两，主宰着当时全国的金融资本，并通过海外分号连接起了全球市场。究竟是怎样的地理因素和人文背景，能够让这座古城拥有如此辉煌的过去呢？又见平遥情景剧，自2013年展演以来，吸引着无数游客到此体验。三儿，我一定能回来看你。清朝末期，平遥城的一位票号东家赵义硕抵尽家产，为了保回分号王掌柜的唯一一条血脉，与同清宫镖局的232名镖师远赴沙俄。7年过去，赵东家本人连同232名镖师全部死在了回家途中，但王家血脉得以延续下来。你拦不着我！这是一个关于血脉传承生生不息的故事。当你站起身，从这边走出去，抬眼左方，你会看见平遥老城，也是平遥人对于信与义的诠释与传承。平遥
位于山西省晋中市，距离省会太原约90千米。又见平遥情景剧原型的同兴宫镖局，现在是平遥古城内唯一一座镖局旧址，始创于清咸丰年间，是当时全国著名镖局之一。在当地人的指引下，考察组找到了同兴宫镖局创始人王正清的第五代传人田正熙老人。这是怀马桥，据田正熙介绍，镖师这一特殊行业的产生与晋商经营业务有关。墨画西府山路崎岖，银钱货物举足轻重，必须万分小心。镖师信守承诺的职业操守，让行业逐渐兴盛，也印证了平遥商贸的发达。这都是手表嘛，手表。是大土会用的。大土会用的，保镖用的。九死一生，忠肝义胆。镖局要想生意长久，除了镖师一身过硬的武功，便是一诺千金的诚信。当年平遥的贸易往来，为什么会如此频繁呢？在专家的带领下，考察组来到了距离平遥古城40多千米外的羊头山。那这是一条旧的商道，在这个商道旁边，这个叫茶房庙。据工作人员介绍，这是当时晋商们组织修建的一座茶房庙。多年风吹日晒，现在也只剩下断壁残垣，隐约能看出它的形制和格局。这个庙宇呀，就是提供好几个功能，一个就是说，祭拜咱们的一些神呀、祖先呀之类的；再一个就是说，可以给路过的这些商人、晋商呀，给他们提供一个就是说住宿的场所，啊，完了晚上呀，这个。石头城吧，相当于是一个，就可以也可以预防这个野兽呀什么的，这个骡马呀也可以进到院里了。这座茶房庙是一座两进院落，面阔三间，有戏台、耳房、祠堂，院内兼备食宿等日常生活功能。就是目前就是咱们周边发现规模最大的一个茶房庙，而且是全部用石头修砌的。在那个碑志上说，就是说在乾隆时期已经是重修了，所以说它这个时代啊是比较久远的。咱们这个庙呀，就正好坐落在就是上党盆地和咱们太原盆地，也就是晋中盆地这个中间的这个山头上。它这个位置呀，就是说从两边这个有村落的地方往上面到这儿，也基本上走到这个晚上了。就原来考察组所处的位置正是晋中盆地和上党盆地的交界地带。当时的晋商拖着货物商品从这里奔走往来，数百年来，这里马铃声声，络绎不绝。你看这个石头上这些裂隙啊，这个裂隙啊，就是这不是说是随意就形成，这些裂隙，它主要跟咱们太岳山就是一样，走向是一样的，就这些裂隙，这个比较明显吧？再看看这个是，看看多少。你看55度吧，这个走向是55度，你看北东55度，56度是吧？嗯，你看这样，
基本上都差不多。你看这，这个六十多度，是吧？它基本上就是，五六十度的样子。就是咱太原山也是这样，它就是五六十度，北东西南，把咱们这个就隔开了，是这样。而且这个茶到了，它是跨越着斜斜的这茶过来，这边到上党盆地了，这边就到咱们晋中盆地了。晋中盆地又是四通八达，所以说人家在平遥这个地方确确实实是一个，商道的中心。王老师告诉队员，这条古道沿着太岳山脉，是一条走廊。展开平遥周边地形图，不难看出，平遥北连文水县。当年的商人们北上去往祁县、太原、大同出口岸，平遥的东南与武乡县、沁县毗邻，可到达临汾、运城等地。那时的商人们沿着汉岳山脉翻越，穿越上党盆地，也会通过太行八行中的太行行或白行，向东进入河北、北京地区，向西到达陕北、宁夏、新疆、青海等地。平遥这样关口节点一般的地理优势，让它成为四通八达的中部交通枢纽。独特的地理优势也推动了平遥商业在明代的兴起。这块呢是明朝呢万历年间呢，孟一外，他呢修成的这样一个碑刻记载，叫《孟侯新筑砖城记》。《孟侯新筑砖城记》位于平遥古城下东门清虚观旁。据郝老师介绍，碑刻记载明万历年间，平遥当时的知县孟一外主持扩建平遥城的事宜。那么县志当中的记载呢，就是说嘉靖年间的碑文当中，见到说到这个平遥城的这个周长啊是九里十八步。那么到了这块碑记载呢，说它的这个方圆呢是十二华里有七，就是现在这个规模了。接下来的考察也印证了碑文的记载。考察队员发现，本来应该作为中轴线的南北大街，左右却并不完全对称。在平遥呢，它因为水源从东南而来，所以说两股水流呢绕城，历史上还曾经穿城而过。在这样一个模式下的话呢，平遥古城它是不可能向东和向南去扩张的，啊，所以说它只能向北和向西去延展。郝老师介绍，这与碑文记载相吻合。明万历年间的扩建重筑，平遥城池是向西北扩张，所以说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再看明朝万历年间的扩城，不仅是一个居民啊集聚和人口增长的一个体现，同时呢也是平遥商业发展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期的体现。家里人都能照征，都能把你带回家。地理优势或许是平遥商业兴起的基础，但信与义才是数百年繁荣的保证。有人说，这才是这座古城独有的气质。说到商业，在平遥古城，那就不得不提日升昌。日升昌啊，是我国第一家票行，也是国内第一家专营存款、放款、汇兑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在当时啊，日升昌封号在全国遍布35家之多，从最开始的54000两启动资金，积累到了2300000两白银，而这呢，也仅仅是他开业的前3年时间。
古城在商贸发展的鼎盛时期啊，平遥城内的票号总号累计达到22家，占全国先后成立的51家票号的近一半。可想当年平遥城的富庶和繁华，怪不得有拉不完填不满的平遥城之说。有人说啊，日升昌的诞生结束了依靠镖局舞狮押运金银财物的历史，平遥能够成为当时的金融中心，离不开日升昌的功劳。这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现在要去的呢是日升昌票号，那么日升昌票号呢是中国第一家现代的金融机构的所有现代金融机构的这样一个雏形，也是中国第一家票号。清道光三年，平遥西大街上一家名叫西域城的老字号颜料庄，换上了日升昌记的票号金字招牌，取名日升昌。是期望票号生意如旭日东升，繁荣昌盛。西域城的这次改弦更张，不仅创建了首家票号，也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汇兑业务的先河。那么进来以后的话呢，我们这儿还有一个门，历史上这里面的话呢还有一个门，就在这个位置，我们现在看到的下面这个石头呢就是当年的过门石。那么这道门从哪里来封堵呢？从里边关掉。那么从这儿是，如果里边关掉了，从这儿是进不去的。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这么一个小小的1000多平米的日升昌旧址，那么它中间的话呢这种重重机关，它从哪一边关，从哪一边进，都是有严格的规定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一个银行的总行下面所带的营业部，它的这样一种关系。所以营业部它是独立的，那么它的总行的管理也是独立的。在这整个的这样一个票号的建筑的设计啊等等安全方面来说，他们可以说是考量得非常周到了。日升昌是一座典型的三进式穿堂楼院式建筑，比较狭长，中间为通道，两边是账房、现房等办公室，正中间是中厅，以便掌柜洽谈业务。由于前柜台后院落的布局，当时的日升昌内设有4扇门，将内院和外院的营业柜台隔开来，既保护隐私，又能防止偷盗。那么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房间呢，就是日升昌原来的这个对外营业的柜房，就是我们相当于我们现在营业部的这个大厅。那么在这中间的话呢，这个房间啊，现在挂的牌子是金库，历史上实际上它的作用是，原来这个营业部呢，它有一个主任，我们当年叫它柜头，柜头的办公室在这里，这叫柜头房，咱们进去看一下。那么到了这里以后的话呢，其实这个房间呢有一个秘密金库，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实际上它有很多的机关，像这个子母扣的这样一个搭扣，它扣在一起以后，古代这个门啊关上以后的话呢，用刀是撬不开门栓的。真的没有？是，也看不到外面，里面里边外边也看不到里边来。由于它实际上是什么呢，等于是所有的客户都能进来的地方，是这样一个地方。但是为什么把金库设在这个地方，是有它的智慧和思维的。因为恰恰是什么呢，大家都能来，所以大家认为金库不可能在这儿。郝老师告诉队员，柜头房里的金库是日升昌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个金库。为了近距离观测到金库的规模，队员决定下到金库去探个究竟。能给你一会儿给你递过去。好，我下来了。来，到底了吗？现在，这个金库
从这边到这边大概是是一个正方形，长2米宽2米这个样子，然后我是能够到这个，刚好够到这个顶的，大概空间就是这么大。因为下面空间有限，所以我们的专家老师就在上面。是啊，我是太胖了，这个它的入口很小。老师，如果这个金库能放满，大概能放多少？呀，这个我们没有测算过，因为这个白银的话呢，它是什么呢？有50两的官锭，也有这个散碎银两，但是我觉得放个几万两不是个问题。据郝老师介绍，当时人们将金库设置在了火炕前的炉灶旁，将金库上盖一层板，再在最上边铺设一层盖板，烧制出来的炉灰掏到这里，如果要用银两的时候，再把炉灰掏出来下到金库去。所以说这是个什么呢？日升昌的银子一般来说它都在周转过程当中，但是它是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平时因为应急啊什么要需要储备银两放在这里了，它是这样一个模式。大约4平方米的金库可以放下几万两的白银，日积月累的炉灰盖在金库上，遮住了来往客人的耳目。日升昌票号的众多建筑细节看似日常普通，却加入了商人的经验与智慧。由于平遥地处大陆性半干旱季风气候，干燥少雨，所以当时的金银锭在这里易储存，防止了霉变。票号最初的业务啊是异地汇兑，大家看，这就是一张100多年前的日升昌票号汇票纸，我手上的呢是复制版，这上面的提款人啊是北京城的徐大老爷，这些字的意思是说啊，这徐大老爷存入500两白银，严定在京都本号建票无力交还，他凭借手中的这张特殊的薄纸，就能够在千里之外的日升昌京都分号轻松提取500两白银。这么大的数值，在100多年前，人们仅凭这一张纸就可以得到，这在当时完全颠覆了普通人对于金融的认知。这一进一出之间啊，仅凭薄薄一张纸，难道经营者就不担心有人仿制假票冒领银两吗？当时的人们又是怎样运筹帷幄调度几十家分号带动全国金融市场的呢？事实上，在日升昌营业的100多年里，还从来没出现过一起因为兑换假票而给票号带来损失的事情。事关双方的利益与诚信，能在票号运营上做到毫无差错，日升昌是如何做到的呢？在日升昌正堂前，清朝打扮的掌柜正按照当年的样式给游客们写汇票。好复杂，您看啊，这叫一笔日升昌，这里头它几个太阳，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这叫四个太阳八个扣，四面八分都来猜，日日升，日日长，日升昌，元宁事业发达，日长生，财源广进，年年好运，锦绣前程，这是个美好祝福啊！这里头汇了9万两白银，相当多少？6000万人民币。原则们栏目走啊，日日长生，远不隆生啊！好，好啊，讲得特别好，好。我们为什么要写这个呀？它就是防假密呀。嗯，日升昌的这个汇票纸呀，它有好多种防伪措施。郝老师介绍，日升昌票号汇票纸的四个角上，都会有“日升昌记”四个字。这是中国金融业当中较早使用水印的一个票据。
你看这个叫汉字密码，叫背书一叫啊，甲亢后国通。日升昌第二个防伪措施就是汉字密押，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是防伪措施中的汉字密押。用这十二个字代表一年当中的十二个月，然后再用六句五言诗代表一个月当中的三十天。外人根本无从破解汇票纸上的奥秘。日升昌从技术层面防止一切可能的疏漏之处，同时在平遥商人看来，他们做的不是生意，是德行。日升昌其实面积历史上并不大，就1000多平米，但是呢，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院落，却当年操控着大清朝的这样一个国家经济命脉。郝老师给队员看了一张老照片，从这张照片上可以看到，票号的伙计们一个个端端正正，仪表堂堂。晋商向来重视诚信忠义，认为做生意在本质上就是做人。票号的诞生极大地加速了商业运转。处于鼎盛时期的日升昌，其年汇兑总额高达3800万两白银，经营网点遍布中国大部分城市。一纸风行，汇通天下。山西票号是我国最早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金融机构。票号的产生不仅沟通了国内南北和东西广大地区的货币经济联系，也促进对外国际商品贸易的发展。人们开始逐渐对金融网络有了新的认识，而汇兑业务的诞生也建立了近代银行的雏形。考察组跟随专家来到了平遥南城门。专家说，在古城的南门青石板上保留有40多米长的车辙印，如今只露出10米左右供游客参观。深达15厘米左右的车辙印刻着当年晋商通过商道远走他乡络绎不绝的身影，也印刻着他们利用地理优势开创商业革命的智慧和勇气。平遥先民因地制宜，参透了所处环境的地理奥秘，才具备了行走天下无往不胜的条件。而人与人之间的信与义，以及创造性经营的智慧，更助推了汇通天下的实现。直至千百年后的今天，这座古城依旧吸引着人们争相前来汇聚于此，因为它不仅仅是商贸金融的历史舞台，更是演绎人与自然和谐交互的当代舞台。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